女星邱淑贞的大女沈月，晋德妈咪的优良遗传，被誉为最索性二代。爸爸亦都是时装王国的话事人沈家伟，自出娘胎已经万千宠爱在一身，父母用爱滋润之下孕育女神成长。沈月亦都在父母身上学到好多。我未见过我妈咪生即系 angry， 爹哋都未见过嬲，真的很夸张。我哋屋企系和谐到相信唔到嗰啲人，我觉得是爱咯。真的是因为他们我才知道怎样去被爱和被爱咯。我成日都讲笑啦，说如果我想找一个好像爹地这样的人，我这一世都教不出的。沈月现在没有拍拖，他希望找到一个跟爸爸一样爱他的人，还要靓仔添啊，即是靓靓姐姐啊，是啦，靓智霖哥哥啊， Aaron 哥哥啊，这些我由细到大都是望住的。还有我妈那么靓。你媽真的很漂亮。我媽咪真的很漂亮。你想想我看靚人的程度是怎樣呢？是我一生出來第一抹大眼就已經是全世界最漂亮的。那我的 standard 高，我覺得又正常。正常咯。女神是不是應該很難追？她就很率直地自認自己真的很難追。我拒絕了很多人。拒絕了多少人？數不到。即我不想好像說哇我真的拒絕了很多人，但我真的拒絕了很多人。即我不想說即哎呀很難追，全部都是被我拒絕，但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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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。沈月難追另外一大原因原來是她很癡家，性格太窄，她更加自揭真面目。這個很恐怖的事來的，但是我到23歲還要我媽按我睡。怎樣按呢？即坐在我的床旁邊跟我聊天跟我睡覺。我好冇主見，我咩都問下媽咪先。我嗰陣時喺大學咧，我係誇張到係點咧？係媽咪，我真係唔知食咩，食 A 餐定 B 餐啫嘛，係咁嘅。咁跟住係咯，我覺得我都算係有選擇困難症嘅。沈月依家除咗無敵而工作，佢今年仲開始幫爸爸嘅時裝王國打工。虽然工作好忙，但自细已经跟住爸爸妈妈做善事，平时都会积极行善。日前趁中秋前夕，佢就到访心光幼儿中心，同视障儿童做灯笼小手工同埋派月饼。被问到点解对小朋友特别关爱，佢就咁讲啦：我本身咧就自己就特别中意小朋友嘅，咁我觉得呢个同爹哋妈咪都好有关嘅。其实我好细个，佢哋已经带我去比较落后啲地方，譬如即系尼泊尔啊嗰啲，都做好多慈善嘅。咁佢真系即系几个月都已经抱我去做嗰只啦，一岁。是啊，即係真的很小。在上海我趕先得七歲都幫了一個機構叫 Heart to Heart 啦，咁係幫有心臟病的小朋友幫他哋換個心嘅。即係我對小朋友很有感覺啦，同埋小朋友是我哋嘅 future 嚟嘅。咁我由細到大都係鍾意幫小朋友多。